好了，今日咧，我頭先嚟上到車嘅時候，唔係落車嘅時候，先發現原來啊，大家伙我啲屁咧跌咗喺架車度，因為我好心急快啲嚟咧，我拎曬啲嘢乜袋曬個袋，唔知咧我落車嘅時候咧就炒錢嘅時候，原來應該都係我個屁咧放咗喺個同一個袋個屁，跟住見咗跟住上到嚟，哇，算啦。陳奕迅的黑洞。